死亡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位置被强者执掌。来一把铁铠冥魂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人家40万，我7万，我没有本金吗？我本金不让人打没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把呢。又玩这个倒霉英雄，这个英雄确实有点倒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一玩，哎，队友就拉；一玩，队友拉，没关系。这把铁也是可以玩，这把可以玩，没关系。再更中用，冻肥，让愚者诅咒我吧！冻肥，冻肥。带的什么强攻？重锤，掏回来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重锤，接点连，闪现平 A。蜘蛛会不会来了？哎呀，没有关系。先来个皮孩吧，我们就不怎么出肉了啊。这把好像还挺顺的，我一瞅还挺顺的。哎，往我这走来。假装走了，其实复原，借一波。哎呀，他去走了。掏回来，接重锤，平给死了。他这个 E 被我打断了。掏接重锤呀！哎呀呀呀！这不坏了吗？他那一个 W 能打那么多血吗？
差不多。死亡使我获得自由。没事，我们就相当于是养了一波猪吧，虽然牛年，但是我们养一波猪。亏了吧。掏回来接砸，没有一个中的，问题不大，直接给大 A 接重锤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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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重锤，他只要交易，我们直接交大就可以。哎，青钢影呢？大能不能躲那铁男的啊？我掏回来接重锤平 A， 打把溜挡住，回血接重锤。掏回来接重锤，这试试能不能换吧，没办法，铁人这玩意儿跑不了，这英雄尝试能不能换他吧，不能的话就算了，这炸血劈泥就不太想出这玩意儿，我感觉这玩意儿有点弱，来不来呢，还是先来个冰杖。我的意志再次赋予钢铁。算了，既然我们的钱够，把它除了吧。没事儿，这波不敢干克我。他真敢把 E 给用了，直接大挡。人哪去了？哇，重锤！
把炮车补了，掏回来接凤锤点燃。谁倒霉那一点了？倒霉那一点了。哇，重锤！接平没？重锤！掏接重锤，重锤把塔拔了。凡人建造的一切都将崩倒，嗯哼哼哼哼哼哼，我都不放技能，省得他给躲了。谁雷军待遇呢？能不能行啊？哎，这种雷军待遇在蜘蛛的情况下，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出点什么呢？蜘蛛雷军待遇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点什么装备？资源之力呀、啊，什么十五？来个资源之力吧，来个资源之力，整个小戒指，跑得快点，省得跑得贼慢，这玩意儿呢，我还需要个水银海。来，上，勾，勾勾勾，哦嘞哦嘞哦嘞，掏回来接重锤平 A， 给大，闪现抽一个点燃，哎，哪来个蜘蛛？这不飞我、啊、这蜘蛛，不飞我这蜘蛛不必死吗？我偷，把下路拆了，小龙可以拿，小龙可以要啊，哎，那鱼可以杀，我到了，有没有 W 呢？我掏回来接重锤平 A， 我给卡塔，
好定，掏回来借重锤，先杀青钢影平 A， 有点疼，重锤，我们有盾没事啊，掏回来接，我咋死的呀？黑暗收割，哎呀，不是黑暗收割呀，是暗夜收割者呀。那蜘蛛那一个抠其实掉不了多少血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它是百分比掉血的，它是当前生命百分比。哎，这死的这不冤吗？死的真冤呐、啊！真是冤枉啊！百分比掉血还不多，当前生命值百分比，我血越少他打的伤害越少，听不明白话呢，这怎么先把跳弹打了，我们装一波三狼，在这地方挡一手蜘蛛。重锤平 A， 平 A。可以推呀 ，ADC 掏一手，重锤，你很害怕吗？你满血，你怕啥呀？这2100差点钱呢，兄弟。蜘蛛能不能杀蜘蛛？不行。掏。无处可逃。你像这个位置的团战，其实很难打。掏回来接重锤平 A。我自言自力，我重锤，腿大，掏回来，重锤呀，技能全空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掏回来接重锤，接闪现，再接。一个小小的火蓝，哎，哪来个鳄鱼啊？啊，鳄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出个沙漏吧。多兰顿不卖了，不行，这俩都得卖，差点钱，那就先来个秒表，我来个沙漏，沙漏出完，我们来个猫子。死亡使我获得自由。
蜘蛛在后边呀、啊，蜘蛛，这蜘蛛挺有意思啊，这蜘蛛。哇，这一峡谷先锋给了我200多经验，你挺有意思，我发现啊，跳蛋呢。妈的，他是真能跑，我发现。你跑来，你跑，今天我不打死你，你看着呢，我指定打死你，今天你指定是跑不过我了。我掏回，哎呀，他400，我399，那凭啥他是400，我399？我都自言自立了，我都没得跑得快，我气死了，我妈跑得太慢了，这铁男。我已抛下繁星的躯壳，叮叮叮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全剩一身血，来个人全收割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我自言自立，5%移动速度，没人家蜘蛛跑得快，上哪说理去？你说，下把玩蜘蛛，啊，下把玩蜘蛛。出个板甲吧，不出那玩意儿。这蜘蛛一看是小袋呀。拆我们家塔了，开始。哦哦哦，炸平 A， 再 A， nice。去下路再把下路拆了，小翻盘，好大，但是没用，我掏。重锤，行为。给大鳄鱼，先杀鳄鱼，掏回来，闪现接，重锤，死了。没打过，没打过，不应该呀。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钉。找大呀，我找大干啥呀？我找大，我在塔下大人家，完事我追塔里去把人杀了，还能不能？拿大龙吧。先来个沙漏，沙漏出完我们出个猫子，其实要不要猫子都可以，我可以来个智慧墨印，
直接开吧。直接开，直接开，没事。卡莎一关，有飞吗？个飞，踩住，哦哦哦，掏回来，重锤平 A， 好勾，有跳弹，快快快，漂亮，能一波不？好像这并不能一波哎，小龙没有兵线，来个这个，我们再出个智慧默印，决定了，来个智慧默印。好像没有猫这狠呢，没关系。这波我们的印性高达63%，也就相当于对面的控制基本上等于没有。上路推吧，上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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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度毙命，三度重生。第一次见铁男不出肉的，那这装备还不肉啊？那你是讲的是什么装备？是肉装的，兄弟，我自然之力加沙漏。加冰杖，这三件装备哪件装备不是肉装？还有这玩意儿呢？这峡谷制造者哪个装备不加血量、不加抗性？点呀，叮！嘿，哎呦，我吹火扣！3秒躺的装备，我笑了，我都10秒了都没躺，小伙子。这装备还不用装呢，下一把啊。